分。等我。突然想过来看看你。哟，怎么这么肉麻？啊，我知道了。拿了冠军，这个人看上去是比较稳重了。嗯。你怎么了？有心事儿？考得怎么样？当然很好啦！你也拿了冠军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好好吃一顿庆祝一下。嗯，怎么样？走。嗯。这么开心啊？对呀，最近我一直在忙教练考试，你在忙试运会，这可是我们第一次的正式约会。嗯，哎呦，出来穿太少了，我都不知道这么冷。来，把衣服穿上。哎，我们说好了，嗯，你就当我的外套，我就当你的暖宝宝。嗯，哦，冬天真的是一个适合谈恋爱的季节啊。以后我们就当彼此的暖宝宝吧。嗯，你记不记得你在集训的时候跟我说过，我当你的教练，你就当我的剑。我记得。嗯，这次你比赛我没参加，我以后都不会再学习了，好吗？你怎么看上去这么不开心啊？你是不是不想我当教练了？嗯。你看你鼻子都冻红了，还是赶紧找家店买件厚点的外套吧，咱们这黏着没法走路啊。走，快去看前面。你还愣着干嘛？走啊。先生刚刚付了您身上这些衣服的钱，先离开了。离开了？对。你看见他去哪儿了吗？嗯，这个我不太清楚，不好意思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对不起，一红，昨天发生了很多事。我需要一点时间静一静，原本应该亲口和你说，但是见了你，看到你开心的样子，再见两个字怎么也说不出口了。我们的约定没有办法陪你实现了。什么事儿啊？喂，姐，你们昨天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？哎，回来了，搞得怎么样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竟然让冷子峰见不到他爸最后一面，你不觉得你这样很残忍吗？有话好好说。丽华，你现在是为了冷子峰要对你爸大义灭亲吗？就算你替他出头，你们俩也不会有结果。仔细听好了，冷子峰的父亲就是扬言，全世界人都知道，让扬言身败名裂，从此消失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是我。
你真的太过分了。我过分？为了钱出卖国家投奔他营的人才过分吗？我是在做正确的事情。好，好，就算我放下对他父亲的成见，他也不可能接受你，这你是知道的。你把他给忘了吧。就算你说的全部都是事实，我也绝对不会放弃冷子峰。